你跟你那位朋友到底是什么关系？怎么，有什么问题吗？我查过了，董事长的资金确实已经到你朋友的户头上了。放心，我这个朋友绝对信得过。防人之心不可无，有时候最亲近的人往往会对你欺瞒隐藏，不是吗？这个你应该最有感触了。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虽然都在同一条船上，不过掌舵的只有一个人。我希望这个人是我。周雨辰，你不要得寸进尺。放心，在董事长面前你依然是船长，不过接下来要做什么，我要有决定权。周雨辰，我没有想到你的野心居然这么大。我是在为我肚子里的孩子做打算，你总不会跟自己的孙子计较吧？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子阳，是不是他们的签证真的过期了？没错，我查证过了，而且提出了检举。夏平安他们在这里的居留证啊，果然已经过期了。而且加上上次花朵餐厅中毒事件，这次公安局一定会抓他们的。那这样子，他们是不是很快的就会被遣返回新加坡？那当然，这件事情很严重啊，公安部门一定会把他们在这两天就立刻遣返出境。这么快啊？说不定啊，他们明天就要乖乖地飞回新加坡去了。真是太好了，只要他们离开，我们的梦魇就全部消失了，我们的幸福大患就真的被解决掉了。那这样以后的话，我们的餐厅还有网络公司接班人就只属于我了。这次夺产计划我功不可没，你们不会把我忘了吧？你是在跟我抢功吗？我说过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你想说这句话是不是？我可是在替我肚子里你的孩子问这句话。你够了，孩子还未出生你就开始利用他了。周雨辰，你的欲望可真是够大的啊，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周雨啊，董事长，我有些问题要问你，你立刻跟雨辰过来一下。啊，好，我们马上过来。董事长怎么会突然找我？该不会是知道什么事情了吧？先过去再说。爸妈，爷爷奶奶。爷爷奶奶，问过对方资金收到了没有？爷爷，我问过了，已经收到了。嗯，这可是一笔不算小的投资案，你们可是要好好的发挥专长，善加应用啊。嗯，子阳，尤其是你跟雨辰两个要同心协力，就像当年我跟你爷爷一样，把我们的餐厅拓展到国际上去，让我们餐厅的业绩蒸蒸日上，代代传下去啊。爷爷奶奶你们放心，我跟雨辰啊一定会努力的。只要我跟子阳携手努力，一定能够将餐厅推向一个新的局面。好啊，很好啊。爷爷你还好吧？没事。你爷爷自从上次出院后身体状况真的大不如从前了，年岁大扛不住了。我现在啊都在计划着我的退休生活了。虽然我心里不会放弃寻找小芳，可是你爷爷老实说怕这一辈子见不到小芳了。看这样子，我给小芳留在心里的这个位子也该挪出来了。他意思是说
早晚要找接班人，就不如退休以前好好栽培。没错，我们正在慎重地思考这个问题。爸，您辛苦一辈子，是该好好享享清福了，也可以多陪陪妈。跟你报告一下，最近我们子阳他很认真很努力，整个人也成熟稳健多了，之前一些不好的习性也全都改了。爷爷奶奶，我最近呢一直在努力，我觉得之前我是有很多缺点，脾气也不太好，所以最近我基本上都纠正了，我觉得是到了冲刺事业的阶段了，所以呢我想做出一番大作为来，因为我必须好好的努力拿出成绩来，才能够不辜负爷爷奶奶对我的期望。这次海外投资，如果子阳的表现优良的话，我当然要好好考虑你的接班问题啊。子阳，还不赶快谢谢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你们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那就好。我既然身为餐厅的总经理，一定会全力以赴，绝对不会辜负爷爷奶奶对我的栽培的。好好，你们年轻人一个个这么努力，那我们两个老人家就可以早点退休了。是在吗？门没关，自己进来。请问夏菲菲女士在吗？我们是公安局的。公安局有什么事吗？你是夏菲菲？嗯。跟我走一趟吧。啊，我没有做错事，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有人检举你们非法拘留，经过查证，你们的签证早就过期了。啊，签证。签证，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要问一下平安。哇，好香啊，有股大自然的清香味呢。那当然，这可是精挑细选来自川西高原无害的大叶子青菜，准备用来腌制老坛酸菜的。怪不得吃起来清脆爽口呢。而且还不止这些哦。啊，难道还有独门秘方啊？嗯，待会儿我妈就会把配方秘料送过来。怪不得你一直催伯母赶紧过来呢。我跟你说啊，要完成一碗老坛酸菜牛肉面，必须经过8个小时文火精炖的大骨汤来点睛提味，才能够做出这么地道的老坛酸菜牛肉面。天哪，我住院这段时间，没想到老坛酸菜牛肉面已经登峰造极到这种地步了。那当然了，那要看是谁研发的嘛。啊，哎呦，你少臭美了。喂，妈，什么签证过期了？啊，好，你等我，我马上过去。出什么事了？伯母怎么了？好像是签证的问题，警察要把她带走，我去看一下我妈。啊啊，你好，你是夏平安吗？你好，我是，有什么事吗？你被检举签证过期，请跟我们去公安局。平安，为什么呀？为什么要带你走啊？别担心，我跟他们回去做个说明，马上就回来，记得把店看好啊。我们走吧。走吧，走，我马上回来啊。好。哎呀，笑死我了，你们刚才是没看到啊，夏平安他是一脸的雾水。哼，你说这个笨蛋，他都不知道从新加坡来到中国居留证都已经过期了，真是自作自受。嗯，子阳，照你这么说，夏菲菲他们这对母子就等着被遣返新加坡了。嗯哼，没错，短时间之内应该是不会回来了。不过子阳，你还是要帮我确定他们到底什么时候上飞机，我必须亲眼看到他们离开，才能真正的安心。妈，
你放心吧，他那是非法逗留啊，公安机关一定会尽快处理，把他们遣返的。我们还是赶紧进行一下转投资计划。妈，难得这件事董事长夫妇交由你全权处理，一定要把握好时机。这我知道，不用你操心，你只要帮我定好财务报表上面的数字，不要让董事长起疑心就好了。报表董事长已经看过了，没问题。这么说来，这餐厅的股份很快就会落到我们手上了，到时候我就不用战战兢兢地看着爷爷的脸色行事了。子阳，在这说话不要这么明目张胆的。妈，我要提醒你，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就像子阳说的，我们是同一条船上。你放心，我不会忘记的。你们俩在说什么呀？你们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这不关你的事。子牙，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帮我注意夏菲菲和夏平安他们这对母子什么时候被遣返回国。啊，放心吧，没问题的。嗯，仲瑜，爸妈，奶奶，爷爷，我怎么听说菲菲跟平安会被遣返回去？啊，我也听说了，他们好像是非法逗留。怎么会有这种事情？能怪谁啊？他们的签证过期了。哎呀，那他们真的会被遣返吗？嗯，依法是会被遣返的。他们这对母子也怪可怜的，现在真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办才好。不过这也没办法，是他们自己不注意造成的。子阳，奶奶都在这儿担心他们，你怎么可以说这种风凉话？啊，奶奶，子阳的意思是说他们太粗心了。一会儿我们就去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们一定会帮忙的。是啊，我待会儿就过去看看。对嘛，好说歹说，你们也是兄弟，怎么跟陌生人一样啊？终于。昌兴企业的财务报表雨辰已经给我看过了，账目内容都很清楚，我已经把钱汇到你指定的账户上去了。爸，你做事还是这么果决，这么有魄力，我真的应该好好的跟你学习。好，那接下来这些重责大任就在我们这些晚辈身上了。来啊，若云，若云，出什么事了？你电话里没说清楚。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警察说什么签证就把平安带走了，说要去做什么说明。说明？哎呀，是不是那个签证过期了？你怎么不早点提醒他呢？哎，不对啊，那菲菲跟平安的签证他是一样的，那岂不是菲菲他也？菲菲也给平安打电话了，说警察来了。我给他也打了很多电话，但他都没有接。哎呀，糟了，这下麻烦大，麻烦大了。这个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呀，他们肯定是忙忘了，他们不是故意的呀。哎呀，话是这么说，那我们信，他们不信呢。舅舅，他们的护照是新加坡护照。哎，你有没有认识什么新加坡领事馆的人啊？我平时就只是画个画，然后给人端端盘子、送送面，做完这个做那个，做完这个做那个。有一个新加坡领事馆的老姚总来我们这里吃面。老姚？我想起来了，他总是爱穿一件红色阿迪的那个，然后总是在那抽烟，我就让他别抽烟了，别抽烟了，别抽烟了，就是他。我求他行吗？舅舅，你就试试吧，拜托你了。好吧。那如果不行怎么办啊？那你先试试嘛。对，先试试，拜托你了，舅舅，拜托你了。好，我就不信了。舅舅，有什么情况及时通知我。希望一切顺利，一切顺利。
真倒霉，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啊？我隐约地听警察说，是有人出面检举。有人检举？谁这么缺德啊？这种事怎么能检举呢？不是，检举是对的，检举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但是他们不能检举平安和菲菲姨啊，因为他们是好人嘛，是吧？是啊，该怎么办呢？怎么办？这个说话呀！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陆羽的婚姻怎么就这么曲折呢？好不容易碰上个好男人，现在又要分开。若愚啊，王勇，我知道你们心里不舒服，但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等平安回到新加坡之后，再说吧。平安这一回去，我们又要分隔两地了，我心里真的好难受。我好舍不得平安的菲菲姨，还有啊，面馆的生意可怎么办呢？若愚啊，我知道你舍不得平安，我也替你难过。可是爸爸妈妈现在没有办法，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哎，说的也是。感情，他要是分隔两地了，他就会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哎呀，哎，我看要不这样吧，就让若愚跟平安回新加坡去，不就行了吗？啊？我？可是如果连我也去新加坡了，那面馆人手不是就更不够了？就是。你呀，别紧着馊主意了。我，这面馆现在忙成这样，平安已经走了，若愚再走，那能行吗？那，大不了我们就把面馆给关了，那不就行了吗？你说的轻巧，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嘛？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呢，他不会给忘了吧？不至于吧？我去看看。哎呀，行行，我去。我也去，我也去。哎呀，我说我去就我去。你们几个不必了，副总。副总。从今天开始，这里的讲座就由我姚子阳来负责。啊？哎，你。大家一定很纳闷吧，为什么站在这里的是我而不是别人？因为站在这里的人就必须要有这个资格，要有能力和水平，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遵纪守法。关于这一点，也正是这个夏平安无法到场的原因。啊，副总，平安他怎么了？哼，他违反法纪，无证拘留，已经被驱逐出境了。什么？像这种违法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站在这里。平安是签证问题吧？没错。
怎么会这样呢，副总？我们餐厅没有帮他交涉吗？他是违法之人，我们可是正当餐厅，根本就不可能跟他有任何的瓜葛。平安，他不会平白无故这样子的，肯定是有原因，我们帮他想想办法吧。是啊，就是啊，我们是一个单位的。好了好了好了，听我说，夏平安他违反了法纪，根本就没有资格得到大家的帮助，我看你们没有必要滥用你们的同情心了。不是，我觉得还是要帮帮平安。你身为一个领导者，你就是用这样的言辞来回应自己的员工吗？哼，爸，现在餐厅是由我来负责，我有权来决定这一切。你知不知道，你今天之所以可以坐上这个位置，不是因为你有多高的智慧，或是有多大的能力，而是因为董事长看上你原本善良的本质。而这个善良的本质一旦变了质以后，我相信董事长的眼睛还是雪亮的。那你的本质又是什么？今天违法的是夏平安他们母子，你在这里教训子阳合理吗？再说我是负责这里的，请你不要插手我们这边的事情。你们母子真是一丘之貉，在这个时候居然还要落井下石污蔑别人，真是不可理喻。讲座取消，你们去忙吧。若雨啊，你给平安带什么呀？给平安带的酸菜。哼，傻孩子，你给他带什么酸菜呀？那东西估计是过不了海关的。哦。哎，你还不如拍拍咱们面馆的相片呢，在网上呢，你给他传过去，让他看看相片，想想咱们，让他早点回来。平安和菲菲呢？你不知道吗？我是听说他们要被遣返了，怎么回事？啊？签证过期了，再加上没有办工作证。哎呀，这事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我可以替他们办工作证。已经来不及了，平安是被检举的，一定是姚子阳。恨不得平安赶紧离开，想陷害他，所以就出面检举。若愚说的没错，姚子阳呢妒忌平安，这事儿肯定是他干的，说不定你老婆呢也是共犯，因为他恨死菲菲了，他巴不得菲菲赶快回新加坡呢。啊，不不，这个你别说了，说来说去呢，这些都是你闯的祸。你想想，平安小的时候就家庭破碎，好不容易要跟我们家若愚成婚，现在又被迫分开，平安跟菲菲的不幸不是你造成的，谁造成的？好了，舅舅，不要再说了，时间快到了，如果我们再不去的话，平安都走了，快走吧。啊？他们这么快就走了？这么快？没想到才刚到这里来发展，竟然困难重重。平安，我好舍不得你走啊，为什么老天爷总跟我们过不去，日子一平静下来这又回去。我会在这儿等你回来，你要快点回来。我也好舍不得跟你分开，你要好好保重，照顾自己，我会想你的。菲菲，你别这样，你这么一哭我心里也很难过。菲菲，你回到新加坡之后千万千万别把我忘了。
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我会很想你们的。菲菲，菲菲，菲菲，菲菲。菲菲啊，没想到你突然就要走了，你走了的话就没有人跟我说知心话了，我也很舍不得你。哎，记得回去以后一定要保持联络啊。嗯，我回新加坡以后会给你们每一个人都打电话，我不会忘记你们，我会想你们的。平安的，虽然这次你们回去有点出乎意料，但我相信你们一定很快就能回来的。你跟菲菲两个人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你跟若雨两个人，哎，真的是好事多磨呀。但我想这也是一种磨练，通过磨练后的感情会更加深厚的。伯父，谢谢你平时的照顾啊。平安，算了，我什么都不说了，保重。大志，我不在，以后面馆就靠你了。嗯，没问题，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我有一个心愿，希望你和雨乔为了小珍珍，也为了我们，更为了你们自己，一定要白头偕老。平安，菲菲，威廉，你来了。你们要走吗？都怪我，我来晚了，我到今天才知道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都是我不好，我没有把你们照顾好，害你们受苦了。爸，对不起，事发突然，来不及通知你。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要是我知道这真是子阳陷害你们的话，我回去绝对饶不了他。切，饶不饶以后再说吧，现在重要的是该想想平安和菲菲应该怎么回来。没想到我们父子相处的时间是这么短暂。菲菲，你放心，我会想尽所有的办法让你们尽快回来。这些都无所谓了，能够跟您相认，喊您一声爸，我已经很满足了。我有信心，也怀抱着希望，我和妈的人生一定会过得更好。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和妈的鼓励和帮助。如果将来我能有小小的成就，全都是因为你们，我才会有这么多信心跟勇气，才会有今天的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不用。爸爸没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的，这是我戴了20多年的手表，希望你收下。爸，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你也照顾好你妈。不会的。时间差不多了，该走了。
妈和你的名义在新加坡开了两个户头，只要董事长的资金一到位，就会自动转过去。上面这个是网上银行的密码，你可以随时更改。干嘛非要这么麻烦？一定要转到新加坡去？这跟洗钱有什么两样？这个投资案绝对不会是非法的，不过肯定是得洗钱。如果这么做的话，要是出了危险呢？你们俩又在算计什么呢？怎么我来了就不说了呢？爸，您这话也说得太难听了吧？我们两个是在讨论正事。正事？你们有什么正事？我们在讨论爷爷投资计划的事情。投资？怎么没找我商量一下呢？爸，是这样的，董事长有一项海外的投资计划，是为了拓展海外的据点而专门布局的。董事长特地吩咐妈跟我们全权负责资金调度这一块。哦，好。我说你最近怎么嚣张得不得了？原来是手上玩起了大笔资金呢。我可警告你，这些资产他可是董事长一生的心血，你不要粗心大意地玩出什么纰漏，到时候你担不起这个责任。爸，为什么你每次见了我都要泼我冷水？为什么就不能像我妈一样帮帮我？难道在你眼里我永远都是那个一事无成什么事都做不了的傻瓜吗？不过也好，你的每一句话反而能激起我的潜能，真是太谢谢你了。你瞧瞧你那个德行，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这是提醒你，让你谨慎点。你妈那叫什么帮你啊？那是溺爱，迟早有一天害了你。还有一件事我问你，你老实告诉我，平安签证过期的事是不是你去检举的？爸，你误会子阳了，这跟子阳没关系的。不是他，那是你喽。除了你们俩还有谁有这个动机啊？你到底怎么了？凭什么指控我们俩？是不是夏平安那臭小子又在你面前告我的状了？我还真就弄不明白了，你宁愿相信外面那个野种，也不相信我这个和你朝夕相处的儿子，难道这就是你伟大的父爱吗？爸，你别生气，这件事真的跟我们俩没有关系，我们也是因为平安的缺席才知道的。我知道你不喜欢夏平安，可毕竟你们两个是手足兄弟，有必要做得这么绝吗？一定要赶尽杀绝的，逼着他非离开不可。我才不管你信不信，我说没做就是没做。你爸，你，舅舅，走啊，去面馆。我不去了，还去什么呀？菲菲这一走啊，我的三魂七魄全都被带走了。我现在就像行尸走肉一样，我只会喘气。不是，舅舅，你可不能这样。你可是我们家最有激情最有活力的，你不能因为菲菲一走就变成什么行尸走肉啊。你要振作起来。我是变了。你说什么叫爱情？
自从你菲菲移走了以后，我就像花儿没有太阳和水一样，你根本就不懂，你让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想想你菲菲移吧。我现在眼睛里只有菲菲。哎，舅舅，我跟你说，这个男人啊，不能靠女人来呼吸，男人要靠工作去转移痛苦。你这样下去，真的会活不下去的。什么意思啊？你想想看啊，我拿雨乔给你打个比方，我之前那么爱他，可是现在呢？我想要见他一面都难啊！我要见他，我得先预约，他要有时间才能见我，他要是没时间，我都见不到啊！你说如果我还像以前一样拿他当氧气的话，不是早就死了吗？切，你别拿雨乔跟我们家菲菲比好吗？我，对了，大臣，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关心关心雨乔。我怎么不关心他了？这个好女人是要好男人疼出来的。哎，这个。我跟你讲，你也不懂。你还是先走吧。那您还是好好当您的行尸走肉吧。谁行尸走肉？我跟你说。你也只配做面条，你懂爱情吗？你懂不懂？你菲菲，他们都不懂我，就你懂我。平安煮的面最好吃了。你都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你要不吃，那我也不吃了。我心里有好多事。好多事，那你把它说出来，你说出来心情就会比较好。算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什么过去了？就是这段时间的所有的纷纷扰扰啊。一回到新加坡，就好像跳回了原本的时空，一切都变得好宁静，好安宁。没有爸，没有姚子阳的陷害，没有若愚，也没有面馆，所有发生过的一切就好像是一场梦一样。梦醒了，我跟妈还是一样待在这间屋子里，继续我们的生活。你是不是不想回去了？可是回去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也担心你会受到伤害。你不能不回去的，你不回去很多人会伤心的。若愚会哭，威廉也会很想你，还有佩云姐他们家人都会很想我们。我们如果不回去就太对不起他们了。我也很矛盾，这几天我老在想，姚子阳会不会趁我们不在的时候去找面馆的麻烦。所以我们要赶快回去帮他们的忙啊。还有若愚，她是一个好女孩，但我好像每次只会替她带来灾难。
妈，认识我的人都没有好事，我看我还是不要跟任何人有瓜葛，安安静静的待在这里好了。我真的很矛盾，我那么喜欢若愚，也想跟他结婚，我也想回到面馆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但是你先别烦，先别烦，啊，等过几天你心情好了，我们再来想。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国际美食杂志的记者，采访过上次的牛肉面节，请问夏先生在吗？平安呢？不好意思啊，平安呢，因为一点个人的原因。暂时回新加坡去了。是啊，可惜了。要不这样吧，如果他回来的话，你马上联系我好不好？好，我想给他做一个人物的专访。好的，那我先告辞了。好的，记得下次来吃面啊。好，一定。不好意思啊，再见。再见。又是个找平安的，